佛光山的南台别院暑期期间呢，是办理了营队活动，要带领小朋友们透过闯关游戏学习三好理念。跟着老师 DIY 手作果冻，佛光山南台别院夏日三好营带领小朋友欢喜过暑假。只要你平常都有在充实自己，你的困境你就能够去突破。不止玩得开心，还能跟着法师学三稿。学员们透过闯关游戏达成团队合作，同时要持续在佛法熏陶下快乐成长。因为是台北、台南综合报道。